组长，严组长里面还有人丢公文给他吗？没有的话，因为没有的话要移出去了，移出去就很麻烦。你看你的首页，然后看首页。经初步的了解哦，陈显犯案后，因为他有把死者的那个自小客车还有手机带走啊，所以本分局哦立即就是将死者的那个自小客车哦，就是由本分局的亲子中心来通报各分局还有各大队来协助拦查。